张杰国际新闻呢，发生困难件坠机意外，咱航空军一架这 F-51 的战机啊，滑落伫这山区，飞行员不幸过往去。啊，伫美国有一架这医疗直升机是滑伫宾州的郊区，飞机顶端有四个人好加载拢救起来。韩联社所摄到画面，失事下来 F-51 战机破碎机身，也伫咧首尔南边经济单位华城山区。南韩军方证实。伊当阵飞机顶即个人一位姓谢美驾驶军官，也已经不幸殉职。军方了解，即台 F-51 战机已经服役36天，11日到1:40自基地起飞了，就出现引擎着火警告现象，尾后就发生失机的意外。姓谢美军官想要逃生，也毋过不幸失败。南韩自1970年代开始，就自美国买差不多200台 F-51 系列的战机服役。严格2000年了，已经发生过几多遍意外。在美国一台医疗直升机，当地时间11日差不多1点外左右，下伫咧宾州甲费城交界尚达比市一个教堂外口。迄当阵飞机顶有3位机组员，甲一位破病的幼婴啊，本来是要甲囡仔送到费城的儿童病院，严格煞不幸摔落。好加在四个人拢只个受到轻伤，而且顺利送病治疗。The injuries were non-life threatening. Yes, exactly. It's a miracle. It's an absolute miracle. Probably looks like it's like too low. And by the second my wife gets up, we realize it was terribly wrong. See the tail of it kind of like swinging like this. 另外，伫南美洲的玻利维亚，一台塞斯纳40的双引擎的轻型苏联轻航机，最高敢那是引擎故障，无法度飞到附近的机场跑道。进行紧急的撇降，不幸摔伫咧玻利维亚南边的乌尤尼，机顶2位驾驶甲2位乘客拢受伤送病院。意外发生的原因，还阁进一步调查。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